这个周末，在龙岗区大运公园1万多平方米的大草坪，2023龙岗美好生活节正式启动。活动现场推出了风尚生活市集、半日闲咖啡雅集、春和艺术森林、湾区青年艺展等特色活动板块，让市民全方位感受生活之美。据介绍，美好生活节系列活动将贯穿全年，季季有主题，月月有看点，让市民沉浸式感受户外消费新场景。活动现场也成为了露天市集周末外摆的宝地。2月底以来，作为2023年深圳公园文化季活动的一部分，第六届宝安帐篷节、坪山区公园文化季、深圳湾极限运动嘉年华会等活动相继举办，主打周末时光的一系列户外活动备受市民的欢迎。全市公园也设置了多达41个帐篷区，着力满足市民多场景露营消费需求。据美团、大众点评等近期数据显示，深圳露营搜索量同比上升450%，露营热度较去年同比提升1000%，深圳已成为全国露营热度排名第3的城市。深圳的各闹市商区也推出了各种露天市集。据了解，深圳市在去年12月出台稳增长促消费系列措施，其中提出在规范管理的前提下，各区和各管理部门支持消费企业开展外摆经营。目前，深圳福田 COCO Park、卓越中心、中洲湾等热门商圈均推出了外摆市集。在经历了春节期间的一轮红包雨之后，深圳市区两级持续推出各类型的新一轮消费券，其中包括深圳实施第二轮餐饮数字人民币红包，计划2000余万个红包，累计1亿元。市商务局指导美团外卖发放4000万元超市百货消费券。龙岗区启动了新一轮促消费活动，将分轮发放2500万元消费券。宝安计划安排600万元用于惠民券发放，推动全民健身。福田区面向广大市民发布了5大体育福利，计划全年将发放超过1000万元体育消费券等等。日前，罗湖和福田还相继推出了面向深港两地居民的1000万元无门槛消费券，为深港两地居民双城消费提供更多的福利。现在连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副主任阮丽荣。阮主任你好，那周末经济蕴含着哪些经济动能？如何才能够把握好发展机遇呢？当下的一个消费呢，其实跟以往不同，不单纯的是一个购物经济，而更多体现在消费者对休闲、体验以及这个娱乐的这样一个消费需求。所以当下这样一个周末经济，更多的应该会诞生一些像年轻人的这种社交属性的娱乐消费场景，还有这个亲子体验消费，还有这种短途的这种周边的这样一个旅游的度假休闲旅游的这种消费的一个需求。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更需要我们政企联动去推动这样一个新消费的发展。一方面，政府需要提供更优质更好的这样一个公共空间以及公共服务，还要做一些积极的这样一个宣传引导。那么作为市场主体呢，它需要去深入的挖掘消费者的这样一个需求特征，去研发和创新更多的这种消费业态产品和它的这种服务，实现供给能够有效的匹配和牵引引导需求，让消费者的这种潜在需求得到有效释放。那么深圳发力周末经济有着怎么样的优势？我们该如何进行多元业态的融合呢？我觉得深圳主要有两方面的优势。首先呢，深圳的常住人口提供了一个很强大的这种消费人口规模优势。深圳常住人口已经超过1700多万，那么大部分的这个消费还是集中在周末，这就为周末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这种基础。第二个，深圳市呢中心城市，尤其它是一个交通枢纽型城市，那么随着我们的高铁、我们的城际轨道铁路的这样一个规划建设，在深圳的这个周末可达范围不仅仅是省内城市，很多省外城市也在这个周末往返可达的这种范围之内，这对深圳周末经济拓展了很大的这样一个市场范围。因此深圳呢需要考虑是更广范围更多元化的这样一个消费群体的一个需求，不仅要有本地消费业态，也需要更多这种特色化的消费业态去融合更多元化的这种消费场景。那么接下来深圳该如何在恢复和扩大消费方面持续的发力呢？那深圳的这种消费券的这一些发放需要去更多的优化调整，考虑怎么样让消费者能够
更多的走出家门去消费，在逛的过程中实现这种非目的性的消费，从而更大范围的去发挥这个消费政策对整体商业行业恢复的这样一个带动作用。那从长期持续性扩大消费上来看呢，更需要加快去推动经济的一个高质量发展，从根本上增加居民的收入的同时呢，也能够增加居民的这种闲暇时光，让消费者能够敢消费、能消费。